F 吗 ？G G 啊、哦，对，想和弦，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版一点？就是刚才已经蛮简单，刚蛮简单。对对对，刚刚的那个再少一点点。你不想要过一五往七的，对？嗯，我们主歌试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直接对和弦。节拍器没关系。D、G， 再是 E 咪。再来 A 咪，再来 D， 再来 G。如果主歌帮我做 voicing， repeat， 然后我想说比较有气一点，对，对我真宝贵，你留宝学习。你要 G7 吗？G7。
我觉得一开始主歌，因为我主歌想要重复唱，然后那边就简单的就好了。好，但是后面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东西。然后其实因为这首歌它很短，所以我在想我要怎么带它。然后，但我刚想试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主歌一直重复唱，对不对？然后李浩就越打越多，可能多最多多到就是 symbol 越来越多。但是还不要进节奏吗？还不要，都不要。嗯，然后最后我要，就是我前面一直重复唱主歌，然后要进到副歌的时候，一个进响。没有，我只想你。对，就是 drop 在。你要当我 drop 的时候，那个语节可以 voicing 给你弹吗？然后我想试一个东西，就弹，和弦的。弹 chord 对不对？可能就以前就弹那种根音，然后但是根音，然后加一个音在上面那种和弦，比方说第一个 A minor 嘛，对不对？之类的，对。然后你弹正拍，我试一个东西哦，就是 drop 之后。你说副歌吗？我只想要你的甜蜜，我只想要你的甜蜜，主啊我爱你。有些他第一拍就是第一拍出来的，就我要更爱你，再出来一点。整体试一下才会知道，因为现在只有片段，要看拼起来。所以好，那我们就从头好不好？就是一样的那个前那一组前奏，然后走完，然后我们就主歌是从少的越叠越多。我自己也会弹木吉他那天，然后越叠越多，然后到我比副歌渐强。我只想天天 sustain 爱赞美你，这样子。现在我也在想象。前奏的时候可以少一点，但是后面就是他那个渐强，就我做一下，渐强上去的时候，然后到副歌的时候，有没有办法变？到副歌的时候就可以弹刚刚那一个，就变成剩下只有钢琴这样，钢琴跟木电吉他。我觉得前面我想要做的是酝酿，就是一点气氛，然后那种比较深一点的敬拜的氛围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然后就一直带大家强调主歌这样子。
歌，你后面慢慢 build up 的时候再帮我进来。好，抱歉，我想看一下前面。会再有个就是小小的一个东西一样，就是唱完两次嘛。你留保险袭击我，你爱赐我自由。然后走一点小间奏这样。哎，好，这样好了。2511是吧？511，然后我就再唱进来。好。对，就是它不算间奏啊，就是一个喘息，然后四个小节的。对，一个喘息，然后那边后面再开始慢慢，就是在那个在下一次的两次主歌就开始加东西进来，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就帮我收到，就是又就这边都没有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回前奏的时候。然后再进来，所以就是耶主啊我爱你，这是很柔的嘛，然后我要更爱你，是我要，对，反正就是那个弱的副，后第一次弱的副歌结束之后，然后大家再慢慢进来走前奏好了，试试看好了，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再从第一次的主歌直接就好了，好。耶稣你是宝贵，
要学习紧握，你爱赐我自由，唱耶稣，耶稣你是宝贵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你流宝血洗净谢谢。